刘局长，你的事儿明天就给你办了。太好了，啊，不过，我也有什么麻烦吧？能有什么麻烦？现在满城都在抓共产党，就给抢你弟弟生意的那帮人扣个通共的罪名，直接就地正法。这个办法好。 去等好消息吧，再见了，特派员。我刚从闯王公司回来，没有叫刘忠仁的，但是有个叫刘忠的。为什么不直接给抓回来？他是刘局长的侄子，所以您再看看名单上是否有笔误，万一抓错了。刘局长侄子，怕抓错呀？那就对了。 回来说，是。
别动！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落了点东西，回来取一下。取东西？这一层都是长官的办公室，你取什么东西？不说是吧？走，到值班室去。快点，走，快走。 走，快点！行了。 我们队长这个人呢，他眼睛里可揉不得沙子。你要是想让我替你说上句好话，那你就得先让小爷我舒服舒服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啊！啊！ 枪干什么？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的。你别过来！把枪给我！容易走火伤人，听我的，把枪给我！别过来！把枪给我！哪来的枪声？这是从值班室传过来的。给我来！ 小姐，小姐，快上来，快！车夫，快走！有没有马伤着啊？双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说过要等你的，要跟你一起回去的。 车夫，我们去白客路。好的。
小姐，我在门外等你。赵月辉，冯世友，黄平，王家瑞。记这么多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这份名单已经能够挽救很多同志的生命，你不应该自责，该自责的是我。昨天晚上，这个警卫王海给我打电话，他说在二楼抓住个可疑分子。我跟他说，让他把这个人看好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没想到我还没到，他就……他还说什么了？没说别的。二楼走廊，大半夜的，谁会在走廊里转呀？一定是想进某间办公室，或者已经从某间办公室里出来了。特别，您的办公室有没有丢什么东西？说说现场情况。经勘查，凶手的那一枪是在很近的距离开的，所以我推断应该是熟人作案。现在是抓捕共党的关键时期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党务调查科上海办事处竟然出了命案，这难免会让人联想，说我们连内部都肃清不了，谈什么抓捕共产党啊？是啊，这件事情搞不好反而会助长共产党的气焰，要是他们众志成城卷土重来的话，那到时候这局面只怕不好控制啊。宋副主任言重了，一件命案而已。还不至于让共产党咸鱼翻身，况且我觉得这起命案和抓捕共产党有直接的关系。哦，具体说说。凶手昨晚是在二楼走廊里被抓获的，从这点上看，凶手的目标是二楼某间办公室。我提醒诸位，我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始终放着抓捕共产党的名单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内部有人勾结共产党，想窃取你这份名单了？没错。那我记得，上次你已经把内鬼绳之以法了，难道是抓错了？共产党无孔不入，损失一个内线，人家就不再发展了吗？那照你这么讲，这内鬼岂不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？
宋光，你他妈跟我对着干是吧？别进了，你出去。孟主任，还记吗？继续记，把前面陈特派员的话一字不差的记下来，并且要按照规定，今天的会议记录提交南京本部。我让你滚出去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二位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都是为党国尽忠，目的都是好的。夏雨竹，你先去医务室替我拿几片降压药，快去。哦。陈特派员，嗯，既然你说命案跟抓捕共党有关系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啊？当然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党务调查科上海办事处将进入戒备状态，所有出入人员必须接受检查，以免情报外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据说是内部人干的。夏小姐留步。干什么？昨天下班后干什么去？见你的哥哥夏云轩。小姐，你又做噩梦了。小姐这段时间一直睡不好，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了的。没事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
哇，你们速记组的人都去哪儿了？他们应该是去吃饭了，还没回来。哦，那你过去那审讯室吧。什么事儿啊？这儿两个共党正审呢，你去记录一下。哦，我把暖壶送回去过来。行，那你快点啊。哎。宇宙小姐，就等你了，快来工作吧。坐呀。卫兵。李辉、高国贤、王一鸣。王一鸣，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，只要你肯开口，我就不会为难你对面的同志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陆凡，你来说，你给他做个榜样。实在想不起来。这样吧，相聚就是缘分。今天的气氛很热烈，那我们玩个新花样吧。啊，别愣着呀，把我说的话写得清清楚楚。我这个人最讨厌浪费时间的人。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，你越快说出我想要的，我越快放掉你对面的同志。不然，每少一秒，他就会少一根手指。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王八蛋，开始吧！十，九，陆凡，你有种冲我来！你冲我来！你冲我来！你可以救他，就看你怎么选啊！死了。王八蛋，拿来。王八蛋。我成全你。
把他们俩拖出去埋了。是是。记住这两个名字，他们就不会死，不会死。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。好了，玉珠，别难过了。玉珠。你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这次情况来得突然，虽然我们有很多同志牺牲了，但我们尽全力转移了很多有暴露危险的同志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误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都是在道街上行走的，每个革命者都得用生命行走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革命就是这么残酷，他绝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他不是儿戏，也不是头脑一热，更不是靠运气行事。你只有真正了解了革命是什么，才会为了寻找救国之道，真正的投身革命。沿着每一位先烈的脚印继续前进，不惜粉身碎骨。哎呀，是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这个主任，您前些日子预支的那笔钱什么时候能还回来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先挂着，回头再说。可是下个月南京派人来稽查，我怕这亏空太多了，应付不过去啊。有没有可能是他偷的？这个不可能吧？有可能，不是，就是这个人偷的钱啊。偷了多少？100多万。再多点吧。老狐狸，前一阵子我们的抓捕行动很有成效，南京方面非常满意，徐科长让我们起草一个书面的报告呈上去。陈特派员，你们行动队这次功不可没呀，要不这个报告你来起草？好的，卑职一定详实陈述整个过程，以报南京审阅。主任，我说一下我的看法。说吧。我觉得如果这次不是您的英明领导，我们的行动队也不一定能够完成抓捕任务。
那就这样，让秘书啊把咱们这次整个的抓捕行动进行一个详实的陈述，呈报南京。主任，最近我一直在追查值班室的那起命案，目前警卫队的人员已经排除了嫌疑，所以接下来我要对各个部门的人员